City Plus， 哦哦哦，过肥年。Hello， 咩啊？我后天回去家里哈。哈，对呀、啊，过年了哇、啊。然后你要我买什么东西回去？哈，还有你？哦，什么妈咪？什么琪？什么琪？妈，我听不到。妈，妈，哎呦，中午电话又没有钱了。哎，哎 ，William， 有个啊。刚才呀，我打电话给我妈妈，就问她说，因为我后天回家过年了嘛，就问她要我买什么东西回去给她。这样有消息。然后我妈妈就讲什么棋，然后我就听不清楚，然后我电话就没有钱，她就断去了。那我就想来想去，想不到什么东西有棋哦，就来问你们下两个是什么东西。新年要做年菜，你妈妈是不是需要一些中药材嘞？什么花旗参啦、枸杞，那哦、都是棋子。哎，也对哦，这样子对身体也是好。你相信这种老人经啊？什么棋？然后有没有可能 OK 啦？平时老人家都喜欢下棋啊，你看公园很多老人家下棋，会不会这样买象棋还是西洋棋回去嘞？反正也是新年跟下棋什么关联？乱棋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找一下看有什么棋啊！我知道了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说的就是小猪佩奇。I'm Peppa Pig。不是吗？不是，现在很流行啊。我知道了，一定就是我的猪头前男友俊奇。我们两个都已经分手了，我要怎样带他们回去？我觉得我们说的都不是，这是什么嘞？老人家的心思很难猜。哎呀，志武，我告诉你啦，其实我相信，你爸爸妈妈呢希望的就是整整齐齐的那个齐，一家人呢一起过一个开开心心的新年。因为团聚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，今年最重要也是这件事情哦。对呀、啊，不一定要带什么礼品啊，带男朋友女朋友回去不重要啦，这个最重要是自己回去跟家人团聚。是，过年最重要呢，就是一家人可以团聚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。那所有人在个人的事业发展方面呢，都要诸事顺利。对，也祝你万事如意，猪年行大运。让我们一起来，过。过肥年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什么什么？接下来一定要是这个。没错。再见。过肥年。那李兰好重。他 OK。我们讲到一半，他就已经。很多话哎、欸！好了，他中间他还要继续讲了，你知道吗？City Plus， 哦哦哦，过肥年。